大海又退潮了，刚一下来发现个猫眼螺，瞅瞅还害羞了啊，挠你痒痒，嘿嘿嘿，收了你。哇塞，发现一个杀马特蟹，正在爬，快看这个小眼神的，这个有点嫌弃的啊，黄金蟹放了吧，走吧。发现一个海螺的壳，哇塞，是一个巨巨蟹，快看，快赶紧往外爬呀。哇塞，还害羞了，这个好，回家拿回家放在鱼缸里边。哇塞，又发现一个超级小的海五星，这个厉害了啊，这个有点小，有点嫌弃，等你长大了咱再收了你，放了。快看，任你怎么躲藏也躲不过我的眼睛啊，这来了个铁头蟹。喂喂喂喂，你跑啥呀？喂喂喂喂，收了你，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Hello， 兄弟们，如果你5月1不知道哪里玩啊，请来多刀海赶海员，咱们一起去赶海，带上我的大铲子，来刨一刨，看看有没有竹节蛏的洞洞。哎，还发现一个洞，撒上盐，数上1、2、3，这个特别的好吃，既便宜又好玩的海鲜啊，这个还挺大啊，快看露这个小头，必须把它给拿上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还有点害羞啊，正在直播中，点个小星星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来了来了，大海又退潮了，来赶海了。刚下来就发现一个搁浅的小鱼啊，这个小鱼咱不要，祝愿大家大哥大姐们年年有余，放了啊。哇塞哇塞，发现一个大鬼面线啊，正在往里踹啊，正在握杀，快点赶紧握来，给咱家铁铁们握一个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小姿势，收你，带你回家，起锅烧油。哇塞哇塞，发现一个大大的推土机啊，来到海边这样的推土机一定不要放过，给它收它。哇塞，收了啊，发现一个金钱螺，收了啊。哎，我的妈了，里面来个螃蟹，是个假的，嫌弃不要。哇塞，发现一个多宝鱼，哇塞，这可以啊。哎呀，回家来个石板烤鱼腿，收它。来个美人贝啊，收了啊。哇塞，这个回家炒个辣椒非常的好吃，速来我的直播间看我赶海直播喽。